Yeah!
这是师兄的锁子黄金甲，这猴子和老朱一样，浑身是宝，不光自己死不透，连披挂也化作了山中灵物，还想着杀光天上鹰犬，烧他们下去作陪呢。若不能先一步收了他们，却要被这些废物盗去了。老朱，先去寻寻其他几件，你速速跟上。